以一冠道百好见证文稿为例。一冠道百好见证。一冠道助我走出有价值的人生。二助我增加智慧，扩宽心量与擦亮心眼。三助我培养慈悲心而能吃素。四助我心性增加光明而能度过头晕又沉寂一落千丈的身心痛苦时期，台南一中时期。五助我有勇气参加意义深远的修办道行列，学了早晚现相及办道礼节。六助我能遇到修道的好友而能住师事佛堂隔壁房间及一起修办道与成长，成功大学时期。七助我能立大愿而亲口持长素。八助我有勇气能为国家多效劳数年而成为荣民。九助我有勇气进入教育界当教师，兴国高中历史与公民科教师。十助我能发愿学做讲师，综合成全班及启慧班讲师。十一助我能设佛堂当坛主而度有缘人。十二助我肯帮助年长荣民而做小组长。十三助我发大心度了几位老荣民长官及有缘人。十四助我能不失做利益他人的事，道场、寺庙与电视弘法、劝善杂志。十五助我成为众志爱心会的会员，神元山庄义和圣堂。十六助我度过中年危机，因职业病而失健康、失业、失名誉、失财富、失幸福感、失人生享受而不厌世。十七助我遇困境时心中仍有修道好友的支持与佛光普照。十八助我能淡泊名利，虽失去名誉至于难堪仍不放弃接近佛堂、善知识与经典。十九助我愿意为道务发展而接受训练，学习网页制作、架设网站四、服器、网路直播。二十一助我肯为道场法会活动录影、录音及管理网站档案。二十二助我发心设立一冠道数位图书馆网站，提供法宝交流服务。二十三助我肯为道务发展而花钱买电脑设备与升级学习。二十三助我有信心能考上宗教学研究所。二十四助我在论文口试遇困难时不放弃而终于完成进修的心愿。二十五助我在失业时期仍能对人生抱持希望。二十六助我在家母需要亲人照料时期能勇于承担责任。二十七助我对人生能有健康的心态而不放弃自己。二十八助我事业不顺时期仍能参加修办道行列。二十九助我有勇气参加有意义的道场活动。三十助我心存希望又有愿景要为将来念博士班而做准备。三十一助我有机会到国外开荒时就履行心愿。三十二助我有心有机会就帮助一冠道设立的学院研究所。三十三助我乐意为讲师们找渡人的文章及制作光碟片分享。三十四助我发愿录制完成了六组坛经逐字念光碟国语版及台语版。
三十五，助我乐意制作五名之学相关资料库，帮助有缘人学习及提供讲师参考资源。三十六，助我有灵感构想一贯到网路大学的相关院系课程，为将来到物全球化发展尽一份心力。三十七，助我随遇而安，衣食自然就好。三十八，助我对人生不如意事能泰然处之。三十九，助我福至心灵能学到照顾自己的知识，以葡萄干防误餐伤肠胃与肝功能，以喉咙药防感冒病毒感染。四十，助我以道物为重而能减少性欲。四十一，助我有弥勒祥和大家庭的幸福安全感觉。四十二，助我处事常往光明面来想。四十三，助我在被电话诈骗时有贵人出现守住善财。四十四，助我有重病时遇到名医治好胆囊肿瘤与人道功能。四十五，助我发展热心公益的性格。四十六，助我遇到仙佛与天命名师明智讲师，启迪心灵，点亮心灯。四十七，助我人生遇到好伴侣，帮助到物，增加人生的价值。四十八，助我人生心灵不孤单。四十九，助我对生死大事真相有了解而不恐慌，坚信修道到清归空时会身软如棉。五十，助我见证仪贯道道真理真天命真仙佛真因果报应真而不断的学习。五十一，助我从国内外道物的发展而坚信得到多助。五十二，助我肯定人有善愿，天必从之，天助自助者。五十三，助我常想到度有缘人及亲属求道，有助培养善念及积德。五十四，助我发心制作了介绍大道场神元山庄义和圣堂的影音光碟给周遭的朋友及网路的网友们。五十五，助我愿意学习日文及梵文越南文等，以备将来道务发展之需。五十六，把苦与乐给受苦的人，得到内心的温暖而继续人生的正途。五十七，帮助单亲家庭能有到亲们的关怀与扶助，而加入祥和喜乐的弥勒家园。五十八，到亲们共善业施舍棺木给贫苦无依的独居老人，因而感动村民都来求医贯道。五十九，高雄县那呀马下乡山区的佛堂在风雨土石流中能安然无恙，而感动村长，号召村民都来求医贯道。六十，帮助很多家庭亲子共同读经圣至祖孙共学而延续往圣的绝学。六十一，帮助中华传统文化在扎根与巩固。六十二，积极推广读经运动，内容含涉世界各民族优良文化，实践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心愿。六十三，协助有抽烟或骂三字经五字经的人改除不良嗜好与习性而戒烟，即不再说粗恶语。六十四，转化狂者做圣业，让心性刚强不逊的人能学到孝圣法贤而帮办道务圣至当了点传师。六十五，改变道上的兄弟弃恶从良而加入行善的义举，
踏上人生的正途，也帮助了社会的治安。66不放弃受刑人而以监狱、看守所、关护所的弘法行动导正人心，提供光明的人生康庄大道。67帮助因果病患者挽回性命而转化全家成为道化家庭，立大院亲口，设佛堂，做讲师来为仪贯道做见证。68三曹普渡，除了渡人以外，还有超度祖先及弃天神明、忠臣烈士、修行人的英灵，显现道尊德贵及一贯道的殊胜。69让很多家庭能够三代圣，至更多代同修一贯道，实践三纲、伦常、四维、八德，守五戒，行十善。70让很多道亲愿意亲口设佛堂、读经、研经、办道，甚至到国外开荒，肯吃苦，受酷寒或入暑之苦，舟车飞机劳累之苦。71让很多人发大愿，要将大道普传万国九州，以其为早日实现世界大同而努力不懈。72道务发展，促成全球宜家共同推广孝道及百孝经，促进文化交流及做好国民外交，进而提升文化素养及心灵涵养。73让世人有共善业，一展长才，行善积德，造福增慧的大舞台及找到终身奉献的祭坛。74让世界有缘人大家心连心，手牵手共创祥和喜乐的弥勒大家园。75在世界各地展开救助灾难、扶助贫困的活动。76以电脑网络高科技弘扬真理大道，让更多有缘人早日蒙受天恩师德。77以创办研修学院、研究所来推广高等教育，从事经典深研、心灵生根而促进学术水平，领导世界文化。78让世人从事修己以安人的修行志业，道传将近100个国家，道务的弘展培育了更多讲师及多国语文人才，促进学术及文化交流。79让知识分子愿意加入修办道的行列，使学界人士以加入一贯道一起学习及推广道务为荣。80从事社会公益、救济工作及心灵成长、研习、读经等活动，让国家元首肯定一贯道的价值与贡献。81让政府官员乐意协助一贯道举办净化人心讲座及读经活动，推广到学校及社区。82举办世界万人读经大会考，场面庄严隆重，国家元首、副元首及高层官员莅临关心，让媒体乐意报道加以肯定称赞。83举办和平护国、文化兴国的祭天祈福大典，礼仪庄重，现场尽肃，秩序井然，展现中华文化高水准素养，赢得各国高层人士肯定与赞扬。84呈上所述，获得中国大陆地方政府邀请，到当地举办两岸四的同步读经会考及电视转播，也举办祭孔及祭天等活动。85促进各大宗教同心为就是利益人心而和谐共处，奉献心力。
86促进海峡两岸道学学术文化交流活动的进行。87让很多有志弘扬中华文化的道亲到中国大陆协助推广读经运动。88让很多道亲人才有机会到中国大陆广结善缘及协助灾后复建、建立学校与心灵諮商等活动。89让大企业家乐意赞助一贯道的慈善公益活动，进山、进海滩、环境维护及心灵环保活动。90得到长荣集团张荣发总裁的认同与赞助，并且发愿在其空运、海运公司所到之国设立一贯道佛堂救度有缘人，更在日本大海啸之后捐巨款援助。91乘上所述，大企业家参与修办道横列，并且发行道德杂志，推广净化人心，挽世界为清贫，化人心为良善，济世界为大同的大功臣。92能让教育界高学历的道亲愿意为一贯道的学术发展做规划，以起位三草普渡奉献心力。93乘上所述，让生学子参加读经活动及读经评鉴活动，为文化救国及兴国贡献一份力量，帮助青少年做状元，创造成就感及光荣历史。94能让修道家庭的教师道亲为道场活动策划及做讲师，弘扬大道真理。95乘上所述，道亲子弟乐意参加道场心理成长营及寒暑假的营队活动，或是做义工，有助发展伟大心灵及真善美圣的人格。96能让道场的前贤长者愿意参加经典研究及成人读经，并且勇于参加读经评鉴会，做了大状元，为自己创造殊荣及写下光荣历史。97乘上所述，一贯道道亲加入社区大学学习行列而度化有缘人，以起为弘扬孔孟圣道，促进世界大同而努力。98让很多道亲长者乐意做环保资源回收工作及制作塑料食品，来为道场广开财源，再怎么辛苦也不以为苦，精神志节感人。99很多道亲前贤参加道亲家属的告别式，现场仪式庄重，道气感人，道亲的道情志性与团结的表现，让更多人肯定一贯道的殊胜及加入修办道横列。101贯道总会举办的感恩与追思祖师师尊师母活动及精彩一百活动，弘扬孝道并推广百孝经及先佛圣训于全世界，道传已将近百国。更多的见证或是多国语文版本，欢迎用电子邮件传送给后学 email ictvbonaverse30gmail.com 2011 11AD